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44页，我们从第五行看起，啊，课题：护佛众心。请看经文：受持如来甚深法藏，护佛众心，常时不绝。经文就是这16个字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这四句啊，这个受持如来甚深法藏啊，有二节啊。那么第一种是净严疏里面所说的，他认为明心见性是甚深法藏。啊，明修甚解，如来藏心是如来甚深法藏，暗章基础，明现其心，这叫明心，故曰受持。是以明心为受持甚深法藏。前面我们学到此地，现在再看第二个讲法。二，真解语，即闻持三世一切如来法藏也。闻是听到，持是保持，这个里头有受持的意思，有肯定的意思。啊，三世一切如来法藏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叫三世。一切如来的法藏，不是一尊佛。啊，这一句话含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经教，
境界无法想象啊！啊，这是如来甚深法藏啊！啊，下面呢这几句话，两句话非常重要，多闻呢归一闻，一闻就是闻其名号，这个名号就是阿弥陀佛。日本净宗祖师所说的，那他们从哪里学来的？从中国唐朝善导那个地方学来的，善导大师，我们净宗第二代的祖师啊，在那个时代，有日本的，有韩国的，有越南的，许许多多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，啊，多半是善导跟天台宗的智者大师。天台宗传到日本去了，净土宗传到日本去了。念老后面有一句话说：“是以闻佛名号，为受持甚深法藏也，弥诃净宗。”啊，跟净土宗经所说的完全相同啊！啊，净宗这个法了，真正是难行之法。他无比殊胜，在一切法的真正是第一殊胜。的人生闻佛法，能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就等于你亲自听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，你相信吗？不相信啊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啊，一尊佛所说的话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，啊，49年讲经教学，我们把一切法缩小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戒律也在其中，禅宗、密宗都在其中，没有离开。那么这一切法呢，就是一法。听经49年。多闻归一闻，你能相信吗？这一闻什么呢？就是听到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你不相信，有人相信，谁相信呢？海贤老和尚相信，20岁出家，
师父就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。他有没有会通三世诸佛一切法？他有没有会通？通了，真通了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不离自性呐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慧能大师说得好啊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。万法跟自信的关系是一不是二啊。那阿弥陀佛这句名号就是信德的名字，念这一句就把释迦牟尼佛49年一切法全念到了，一条都没漏掉。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法，也没有漏掉一法了。这一法就是真诚、清净、恭敬心，念这一句名号啊，等于把一切诸佛的名号都念到了，一个不漏。把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法全包括在其中，也是一法不漏。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无法想象啊，你想象不到啊，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啊。所以我跟大家介绍啊，把这个比喻做一棵大树，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树根，佛说的一切法了，那是枝叶，这一棵大树枝枝叶叶很多啊。为什么不相信？根子埋在地下没看见，枝叶子长在上面啊，这是很容易看见，你就相信，说他有根，我不相信。那这枝叶从哪里来的？地上长的，地上有根不知道。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就是那棵大树啊，地下的根。它能生，它能长啊，这是我们自己的本性的。十方三世佛共同也发生了，那一发生就是一棵大树啊。如何能够体会的？体会的一分，你的一分受用；体会的二分，你的二分受用。你完全不能体会，你学一辈子的佛不得受用。啊，有同学来问我，啊，持戒跟念佛
是一不是二，念佛就是持戒，持戒就是念佛。为什么？持戒的目的是什么？得定啊。定是什么？小定是清净心，大定是平等心。你持戒，心清净了没有？心平等了没有？如果心不清净、不平等，你没有持戒，你拿着佛的戒律在造业。为什么？起心动念、分别之处。啊，拿着戒律的标准，像一把尺一样，到处去量别人。去找麻烦。释迦牟尼佛看到了，会流眼泪啊。你自己的果报在三途啊，你学错了。你不是当机者，啊，尽量净土了，学了念佛法门了，啊，在学了戒之后，对念佛不相信了，念佛不能消罪业，持戒能消罪业，那么你。今天远公大师的这个开示跟真解里面啊，祖师大德所说的，你相不相信？佛法是圆融，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。啊，他没有独一，他是任一。这个我跟你讲真话，一门就是一切门。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，是不是一切门？是的。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承认的，都是这么讲的。啊，一门即是一切门，是理。对什么人讲？对法身菩萨、明心见性的人讲，他点头，他承认，没错。不是法身菩萨不能讲，为什么？不是他的境界，他有分别，他有执着，啊，他起心动念，他用妄心，他不用正心，啊，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，是对明心见性人讲的。那你千万不要误会了。啊，但是没有明心见性，六道凡夫，他相信净宗法门呢，他等于明心见性的菩萨。我们相不相信？我们相信。为什么？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，阿惟越致就是法身菩萨。啊，所以对他讲可以，啊，对修别的法门讲不可以。啊，理上讲得通，事上有差别。
啊，但是净宗法门像海贤老和尚一门深入92年不转弯，跟他讲心，啊，他很快就通达了。啊，上上根人呐，一问千悟。早年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，他说出一部《坛经》，啊，海贤老和尚老师似乎跟他讲了，啊，你明白了，不能说，啊，明白了是什么？开悟了，这一句阿弥陀佛会开悟啊！啊，怎么叫老实念？怎么叫至诚心念？心里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对一切事出世间法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这叫老实念，这叫用真心念。啊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妄心，妄心念佛也很好，念久了，不知不觉的妄心就变成真心了。啊，秘诀就是要一直念下去，不能拐弯。拐弯这个境界你得不到，啊，不拐弯肯定会得到。啊，海贤老和尚得到了，我们看他的秉性。看他那一种真诚恭敬，那是孝敬的，把这两个字都做到了，把孝顺父母、尊敬老师的这个心，用在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他孝敬两个字做圆满了，这个真难得。啊，我们要向他看齐，向他学习。啊，这么好的榜样，我们在这一生能够遇到，能说没有福报吗？没有福报的人遇不到啊。遇到了又不相信，这冤枉啊。不能冤枉别人，啊，是自己善根福德因缘，不能说没有，有有啊，不够深，不够厚，才有这样的信心。那么这个身后如何在我们这一生把它补起来，这就重要了。啊，补起来没有别的，像海贤老和尚一样，一心专念，放下万缘，那就恭喜你，你会很快补足了。啊，我们看古往今来
念佛的大德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啊，三年五载，他就不做了。从什么地方看呢？从他往生了。啊，三年五载他就往生了，足了，不在这个世间受苦了。他有本事往生啊，跟阿弥陀佛通了。佛来看他，他要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，虽然还有寿命不要了，在这个世界上多住一天就多受一天苦难了，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就早一天就享乐。那是有智慧的人，是聪明人呐！啊，对于这个世间还有留恋的，不是聪明人，不是真正觉悟的人，啊，在这个世间美其名度化众生，其实在活受罪业，哪里是度化众生呢？啊，度化众生这桩事情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。啊，聪明人怎么样呢？赶快到极乐世界，在那个地方成佛之后，道家慈航来度众生。啊，为什么他不受众生，不受这些苦恼，这个人都不受了。他住在此地，跟住在极乐世界没两样。他得大自在，他不会迷失自信。啊，这样到这个世界，道家慈航，普度众生，行菩萨道。啊，那些人，释迦牟尼佛是这种人，大菩萨、大阿罗汉，都是这种人。啊，在中国人心目当中，历代一些祖师大德是这样的人。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不通达明了的。啊，有些时候你不是这种根基，装糊涂。不是真糊涂啊！像海鲜老和尚，有时候也露一两手给你看看，啊，让你去反省。这老和尚不是普通人。这甚深法藏，如来甚深法藏，两个说法都好，明心见性，没错。一句名号更殊胜啊！这甚深法藏名号统摄一切经，一切法。这是智慧啊，识惑认识了，认识之后怎样？下头一句，护佛种性常识不绝，护佛的种性啊，护者维护佛种性有多数。
下面念老不厌其烦，把这些说法全部抄在这个地方。那《探玄记》第十一卷是贤首过死，《华严经》的注解啊，这个注解所用的本子是净译的《华严经》啊，那个时候八十华严还没有翻出来啊，东晋时代所翻的六十华严啊，《探玄记》是他注解的名称啊，这个里头说菩萨所行名为佛种啊，佛种是什么？是菩萨的行为，菩萨的行为四摄六度十大愿望啊，又经引书曰：“法界诸度是佛种心。”啊，这两说正统，都是以菩萨所行的六度万行为佛种心。啊，下面继续为我们解释，所谓度者，度是度生死流，登涅槃岸呐，故以度为佛种心也。啊，那我们学佛的目的就在此地。啊，生死流就是六道轮回，如何能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？啊，脱离六道轮回，小乘就登涅槃岸，小乘涅槃，阿罗汉证得。啊，大乘菩萨还要不断地向上提升，达到究竟涅槃啊！究竟涅槃是化身菩萨是真的啊！最后化身菩萨最后真的啊，这也叫回归自性，圆满的回归，不是局部。在净宗就是回归常寂光啊，融入常寂光里面这是究竟涅槃啊，真的圆满的化身佛果佛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终极的目标都是一样的，就是度生死流等涅槃根。所以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啊，虽然平等当中，这是理上平等。事上是因众生根性不一样，有的法门适合你修，有的法门不适合，不是叫你一切都修，不是的啊，是佛是教人是学一门，无量法门里头你选一门，一门深入
到什么时候一起修呢？明心见性，法门无量誓愿学。没有到明心见性，法门无量，你无从下手。明心见性的就通了，障碍没有了。我们学一部《法华经》多难呐！学了10年，《法华经》的玄义不知道啊，学都是学的文字常识。佛说《法华经》的精髓，别人都没摸到。六道轮回没出去，涅槃岸很遥远的。这是很多很多学法华、学华严的，都是这样的。能说不能行，不是真智慧。那我们看六祖慧能大师学法华，法达禅师向他请教，法达是学法华的，应该学了10几年了。向六祖请教。学了10几年，没开悟。法华是一乘法，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说过。你学了这么多年了，念给我听听。法华经28品，大家都知道。他念到第2品，方便品。六祖说：“行了，别再念了，我全知道了。”这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要有这个功夫才行呐。所以龙树菩萨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，他还用了3个月，完全通了。四弘誓愿排的顺序，我们要会看了。学佛第一个发菩提心，不发心，佛法跟你没有缘，一定要发心，特别是大乘。净宗是大乘呐，菩提心是什么心呢？救度一切众生的心。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这是菩提心啊。发了之后怎么度？先度自己。然后才能度众生，自己没有度，你度不了众生。那怎么度自己？烦恼无尽誓愿断。用什么方法来断烦恼？持戒修定是断烦恼的。我们现在持戒生烦恼啊，它不断烦恼啊。不学戒，它不知道什么叫烦恼不烦恼，它活得很自在。学了戒之后不得了，这一动就犯戒，动个念头就犯戒，一举一动也犯戒，这怎么办？听说戒是清凉。
戒是自在，我学了戒怎么不自在，怎么不清凉？你没有学到戒，你对戒完全不懂，所以你在那里受苦受难啊，受到老死，还继续搞轮回，还没有搞完了。啊，不是戒不好，戒律是圆融的。大乘教里叫大开圆解。啊，你在戒律里头的大自在。你要是不知道，不能够圆融，那戒律给你带来很多麻烦，带来很多障碍，你的心没有被戒律把它清洗干净，反而多了染污，什么呢？戒律染污你了，戒律动摇了你的心了。本来世界可以得到清净心、平等心，你现在把戒律执着、坚固执着，造成了另一种的染污。你看，世界法染污你。佛法现在染污你了，那戒律带给人是清凉，是自在。现在你学了戒律，烦恼多了，顾虑多了，烦恼顾虑是疑惑。你们也能圆解，那在这个情形怎么办？我想学，老师都找不到。那老师是不是圆融通达的人，开悟的人？啊，持戒通达戒律，没有开悟还是不行啊。没有开悟的讲不圆呢，他解决不了我们问题。啊，所以烦恼无尽是圆的，用戒律断烦恼，就像这个树一样。我们要把不要这棵树了啊，怎么办呢？先把树叶拿掉啊，再把长树叶枝条拿掉啊，慢慢的拿到根，多费事啊。那净土宗怎么样呢？从底下把根挖掉，一棵树马上拿走。你要从枝枝叶叶的慢慢拿的时候，拿一个星期都拿不完。啊，你从根把它锯掉的时候，你马上就拿走了。那为什么？净宗是大宗持法门，知道一法就是一切法，一切法就是一法，从一那里下手。很容易解决啊，从枝叶上去下手可麻烦了，累死人了啊！所以烦恼要断尽，开悟了啊！悟是本有的，为什么会迷了？烦恼障碍住了，盖覆住了，现在把烦恼习气统统去掉了，就。啊，所以
持戒目的是得定，得三昧，就是得清净心、平等心。啊，清净平等是定，有定就会开悟，下面这个觉就是开悟了。啊，清净心小悟，平等心大悟。啊，清净平等完全回归到觉悟了，叫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建立心之后，四弘誓愿第三条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广学多闻，在什么时候？在断烦恼之后开悟，不开悟只能学一门。学一门是什么？是得定。一门容易得定，门学多了就乱了，你得不到定，你得到是知识，是常识，你没办法得定，更没办法开悟。啊，定久了就开悟，开悟之后才能够学法门。啊，广学多闻，最后圆满成佛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啊，我把四弘誓愿搞清楚搞明白了。啊，你们问我走什么路子，我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，我走阿弥陀佛的路子。阿弥陀佛路怎么走？四弘誓愿我只修两愿，前面两愿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我有这个愿望啊，我尽心尽力，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一点都不勉强啊，用一句佛号断一切烦恼啊，念头才动，不管它是善念是恶念啊，第一个念头起来了，第二个念头呢，阿弥陀佛，不允许妄想冒出来，不允许有杂念生起来。你们的戒律很多，好多条啊！我的戒律就一条，阿弥陀佛，这叫我的戒律。哎，海贤做成功了，我也是走这个路子，简单明了啊！三句境界全在一句佛号当中，念念是阿弥陀佛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。清净平等我得到了，这个道理要懂啊，啊，你才真正学到佛啊，佛的秘诀你掌握到了啊，不但世间法放下了，佛法也放下了，所有一切经论，过去喜欢这个喜欢那个，现在全放下了，现在就剩了一句阿弥陀佛啊，一部无量寿经，一部注解，这是帮助别人的啊，我要把净土介绍给别人，这是我的材料，我问我自己呢，我自己连这个都没有，我自己就一句佛号，
跟海鲜老和尚完全一样。啊，念念不舍这句佛号。啊，这我干的。啊，一丝毫怀疑没有。这才是真心的，有怀疑不行的。啊，愿愿念念都是求生净土，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的。这个世界是究竟苦啊，极乐世界是究竟乐啊，我们要放下究竟苦，我们要取究竟乐啊，人人都能做得到啊，平等法了。那问题就是你想不想啊，你要想你就会得到啊，在这个世界，无论是顺境，无论是逆境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啊，怎么平等呢？通通等于零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这在做梦啊，梦醒了之后，梦中境界没有了，永远找不到啊！所以知道一切法不是真的，是假的，假的放在心上就变成障碍，真的放在心上就是智慧。假的放在心上是烦恼，啊，放真的不放假的。什么是真的？阿弥陀佛是真的。你把这个放在心上，肯定生智慧，这就是阿弥陀佛的价值。啊，等到你得到一心，就生智慧。啊，没有得到一心之前，碰到问题了，豁然聪明了，不迷惑了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弥陀名号加持你。啊，随念佛，会念跟不会念差别很大了。啊，会念就是海鲜老和尚这三个条件啊，根性要开始培养，养什么？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意见很多的人不听话了，他有他的想法，他有他的看法。啊，佛的话他不听，他不相信。啊，十年过去了，一事无成，觉不觉悟？还没觉悟啊！再过十年，还是一事无成，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。啊，学习的态度，这是神圣的教育。神圣的教育要用神圣的真心去学，你才学得会。你用妄心，别人都找不到。
传戒的法师没有说错，你们听错了意思，错会了意思啊！时间太短，他也没有办法详细给你解释啊。那么这个麻烦可能纠缠你一辈子。怎么解决？现在很多人有这个问题。我告诉你一个解决的方法。黄念祖老居士有一篇不很长的讲演，好，进修戒要报恩谈。我们这个圈有这个观点啊，大量拷贝，你们对于持戒念佛有问题可以看这个啊，更新力的人一遍就懂了，你问题解决了。更新差的人希望你看三遍，看三十遍，你问题解决了。讲得好，我最近这一个星期天天在听，看没听完啊！我一天大概只能听一个小时，没那么多时间。其味无穷啊，法喜充满呐！啊，尤其打开电视，好像老人就坐在我们面前。他那个背景是他家的房间，那里我去过啊，我跟他在一起面对面坐过，看到这个画面就好像他真的现在眼前。讲得太好了啊，这是一个开悟的人的啊，不开悟啊，没有那么简单透彻啊，他讲的透彻，不啰嗦，简单扼要啊。啊，我们听了多听会开悟。怎么样去听？用真诚心，用亲近心，用恭敬心，你去听会开悟。啊，决定不能有怀疑，对佛法不能怀疑，对佛菩萨不能怀疑，对善知识不能怀疑，你就会开悟。啊，如果有疑惑，那你不会开悟，疑障了你的悟门，啊，傲慢也障了悟门。贪嗔痴慢疑五种障碍让你不能开悟，让你听不懂佛法啊，这五种障碍都没有，你一听就懂。断烦恼重要啊，我们再看下面啊，会书里头又有居住经论标准佛种性的，一共有四个意思啊，经但居其三，第一个众生所具佛性，众生心中居如来性，本来不变，能生过，过是超过恒沙功德，但为无明所蔽啊，
无明就是起心动念啊，虽有呢，同无，真有啊，但是你得不到它的用处。菩萨为心教化，开法比本具之如来藏，名为少龙佛种。这个意思深呢、首先学佛要肯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也就是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佛陀教育不但释迦牟尼佛一个人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呢，立足点就在此地，是相同的。我们中国老祖宗是圣人，不是凡人。为什么？他们立足点也在这一点。你看看，同盟教学《三字经》，头一句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本性本善呢、永远是本性本善。现在呢，现在还是本性本善，那我们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？习性造成现在的环境，不是本性，本性是佛啊，习性。性相近，习相远呐、先性相近，大家是一样的，我们跟诸佛如来平等平等，没有两样啊。但是说习性呢，不一样了。为什么？诸佛菩萨没有习性，习性断干净了。我们今天完全随顺习性，本性不见了，虽有。等于没有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你对事实真相不了解，你怎么学？你怎么教？啊，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啊，就懂得怎么学、怎么教。啊，最直接的教，最快速的教，最稳当的教，就是持名念佛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它是第一法门。啊，你要是真正能信。我在净宗这个信，信这个词，我是用了30年的时间，讲经教学30年，我才相信。啊，虽然花这么长的时间，我的心跟一般人心不一样，我现在踏实。为什么？有许多大乘经论做基础。啊，30年也是没有白学，没有30年这个基础，我不能相信，不能接受，完全肯定相信了啊！你们没有我这个信心，你们没有我这30年讲经的经验的，啊，这30年讲还要跟行结合。光说不行没用啊，你认识不透彻，
必须有行才透彻啊，才能到位呀！啊，所以这个信得来不容易啊！哪有一听就相信？那是上上根人，那不是凡人啊！那是我们望尘莫及的啊！我们的根性，中下而已呀、啊。不是中上啊，中下而已啊，中下能够对经中升起真心，这很可惜的一桩事情，太难得了。那么我们相信这祖宗之德是三宝加持啊，没有佛力加持真的做不到。啊，所以我曾经说过，有人劝我放弃汇集文，啊，改用康生凯的文字，啊，康生凯的文字，李老师给我讲过一遍，啊，夏莲公老居士这个汇集文，李老师。过去讲过一遍，他把他这个讲解的要点都写在经书的旁边，我们中国叫眉注啊，他写的东西我能看得懂，我跟他十年啊，所以我用他的眉注讲过十遍啊，遇到黄念老的这个注解，我无量欢喜啊！啊，85岁之后专门讲解念老的注解。这内容太丰富，83部经典，110种祖师大德的开始。这一部注解就是一部大藏经的精华录。啊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教，通通在此地全学到了啊。啊，纲领的纲领，总纲领就是一句名号，阿弥陀佛。啊，所以我曾经说过，全世界的人都不学这个本子，我学，我不放弃，我不受你们影响。啊，为什么？我认识他。你们为什么改？你们不认识，不是货，我是货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认识的人的确不多，啊，一知半解的人不少。啊，那么菩萨教化众生。教化的目的就是要开发对方自信本具的佛种啊。佛种是什么？阿弥陀佛，自信弥陀啊。你看37年中峰禅师开始里头有两句话说：“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”
此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此方。这是什么？自性本具的。这话不是假的，不是比喻，不是形容，是事实真相。你要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，你就晓得，你学习净宗是多么大的幸运，是多么大的福报。有史以来，我们过去生生世世没有遇到过，这一生遇到了，还能不珍惜吗？还能不往生吗？哪有这种道理啊？往生就是一切圆满成就，就成佛了。这法到哪里去找？所以先把根本掌握住，然后枝枝叶叶一看全明了。一点都不费事啊，就是一切诸佛在无量无边世界对众生宣说的经教全通了，全明白了。你要行菩萨道，到处去学，你要学多少年呢？无量劫，你学无量劫，我只要几天就行了。所以这个话讲，菩萨也不相信啊！菩萨，我辛辛苦苦搞无量劫才搞懂，哪有这么快？你跟他讲，他不相信。但是是事实真相。他还没学通，到什么时候他明白了？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他相信。他相信。净宗这一门是无比殊胜的法门，他明白了。所以要开发众生本具的如来藏，也就是他自性本具的阿弥陀佛。怎样去启发他，帮助他深信不疑，帮助他一心归命，信愿持名，向海贤老和尚的师父传戒法师。你看多简单，帮助他成佛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他看准了，这个徒弟是上上根人，虽然不认识字，老实听话正干，又看到他处世待人接物真诚，心地清净，没有烦恼习气，对人恭敬。你看看我们在永思录里头看到的，一生没有轻视过一个人，没有小看轻视人，一生温和温柔，没有说人的过失，没有批评过人，一生没有生过烦恼，没有发过脾气，谁能做到？性情温柔，跟他在一起，没有一个不生欢喜心，头脑清楚，很灵活，反应很快，
啊，又非常勤奋，无论干什么事情，都非常认真，尽心尽力，把事情做得很圆满，让大家都满意。他这个师父，你说是什么人？如果不是明心见性的人，不认识他。啊，看准了，就这一句阿弥陀佛教给他，他全问解决了。啊，我们今天修行，问题一大堆，永远不能解决。啊，这怎么来的？从贪嗔痴慢疑来的。啊，老和尚从小就没有贪嗔痴慢疑，或者是有比别人轻，不严重。啊，接受佛法之后，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，念个三年五载，贪嗔痴慢疑全没有了。那是什么境界？四一心，阿罗汉的境界。啊，功夫成片，像他那种人，2年可以得到啊，啊，5年可以得到，事业心不乱了。啊，10年，10年他30岁啊，我估计30到40这个阶段，他明心见性了。他得到离心不乱，成佛了。啊，往生十报庄严土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不到极乐世界去，住在这个世界，陪我们干什么？表法，做榜样给我们。知道净土终有灾难啊！这个灾难就是反对回向本啊，不满意黄念老的主见啊，许许多多人出来批评，史无前例也。这么大的灾难怎么办？阿弥陀佛慈悲，派一个人下来表法，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。啊，默默无闻，不说一句话，我做出来给你看。啊，让我们对于这桩事情坚定信心，决定不动摇了。啊，一直念下去，我们个个都能够像老和尚一样的成就。啊，来佛是3个人，老和尚的母亲，还有他师弟海清法师，啊，都是欲知实知。自在往生，没有生病啊，没有痛苦啊！啊，我们要学，要学他这个样子啊。我们将来往生也自在啊，也不能生病，不能有痛苦啊！啊，欢欢喜喜，快快乐乐，告诉你，我走了，你看多潇洒。啊，通通是表法。啊，我们将来走的时候也是这种表法往生。众生才会相信。
啊，末法，世尊末法九千年，真正成就全靠这一个法门，其他的法门都做不到。啊，学戒律的目的是什么？有人问我，让大家知道戒律很重要。我们怎么持戒？一句阿弥陀佛同摄三句境界，我们是这种持法。啊，戒律的作用，防非止过。我口口声声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有什么非？阿弥陀佛有什么过？心里只有阿弥陀佛，过没有了，非没有了，那不就是圆满的持戒了吗？这个法子多高明，多简单。啊，他不在枝枝叶叶上，香果大师不在枝叶，他在根本上。啊，华严老在《进修纪要》里头说得好。啊，也讲到这个问题，讲得很详细，讲得很透彻。那么这佛种不断啊。第二呢，以菩提心为佛种，华首金月，譬如无牛啊，没有牛，那就没有醍醐。若无菩萨法心，那就没有佛种。醍醐是什么？佛经上常说，醍醐是乃至品，乃至品里头的精品啊。乃是从牛提出来的啊，经过提炼烙，烙再经过提炼就酥，酥再经过提炼啊，就醍醐。那醍醐什么呢？佛经上常常用着啊来比喻，用醍醐比喻佛啊，用酥比喻菩萨，用烙比喻罗汉，他用这个做比喻啊。那个牛是根的根源的，那没有牛就没有奶啊，奶制品东西全没有了。醍醐是奶制品的精品。早年我在台湾刚出家的时候，道元老和尚在台湾是有名的讲经的法师啊，李老师对他很赞叹，说他讲的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啊，不是随便说的啊，祖祖相传，他懂得这套规矩啊，这套规矩我们在台中学习，李老师传给我们，有一个小册子，内典之研究是讲经的方法啊，是教学法啊，他还有一本讲演法啊，讲演书，在台中他曾经用讲演书培养一批学生，年轻学生
啊，讲的都不错，上台讲。啊，考虑以后女孩子多啊，都结婚了，结婚又生小孩，都不来了。他很后悔呀、啊，费了那么多精神。啊，所以以后的学讲经的，他的条件就更深刻了。啊，要求你要发愿一生不结婚，我就教你。啊，你要结婚，你不要来学。啊，所以我们那一年研究班有两个女生，真的一生没结婚。啊，这两个人都在。啊，这个照片我们发现我们这有一张，啊，印出来大家都可以看看。啊，这个果钦法师也在里面。啊，六个男生，他是其中的一个。啊，这老师把这些经验告诉我。啊，我们了解这实际状况啊。啊，真正发心，做弘法护法、弘护正法的事业，这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不要看现在，你要看未来就知道了。啊，这些人，发这心的人，得诸佛护念，得龙天护法保佑我，啊，加持你。啊，所以要发菩提心。下面这几句是：若有牛，则有醍醐；如是，若有菩萨发现，则佛种不断。菩萨发菩提心的人就是菩萨，不发菩提心人不成菩萨。啊，菩提心是什么心？大乘起信论里面说三心。第一个，知心；第二个，身心；第三个，大悲心。那三心是一体，一个心；知心是菩提心的体，本体，其实就是自心，真心。啊，身心是自受用，有体有用；大悲心是他受用，也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用什么心，对待一切众生用什么心。啊，对待一切众生大慈大悲也。啊，慈是娱乐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；悲是离苦，帮助他离苦；慈是帮助他得乐。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要帮助众生脱离轮回，这离苦，往生极乐世界得乐。净宗是大乘啊，不是小乘啊。啊，要用真心，不是用妄心。真心是什么心？清净平等。啊，所以我早年在美国讲菩提心，这个身心很难讲。啊，身心古大德的注解多半都是用好德、好善。啊，好善好德了，这个是身心，对自己的心，对自己。啊，我没有用这个，
我就用无量寿经的经题，清净平等觉。啊，对自己什么要用清净心？我要清净，我要平等，我要觉而不迷。啊，清净平等是定，觉是智慧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对自己的心要用正，对别人心慈悲。所以我说了十个字：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这就是圆满的菩提心。啊，处世待人接物，张家大师教我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、随缘。啊，以后我归心净土了，念佛。啊，我用这二十个字。啊，在那个时代，二十多年前，在美国、加拿大、美洲地区，啊，讲经教学都是用这二十个字。啊，对自己不要求名闻利养，啊，一定要求清净平等觉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清净平等觉是自信的心得，啊，是自信的界定慧，所以界定慧不是外来的，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来具足啊。啊，为什么变成贪嗔痴？贪嗔痴的反面就是戒定慧。啊，贪定慧迷失了自信之后，习性上变的。啊，习性把它变成贪嗔痴。啊，贪嗔痴的反面就是戒定慧，全是自信本有。一个是迷，一个是悟，觉悟，觉悟了，贪嗔痴就变成戒定慧；迷惑了，自信的戒定慧变成贪嗔痴。总得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迷了自信就变成烦恼，烦恼觉悟了就回归自信。一点都不稀奇，啊，自信的心得本来具足，啊，慧能大师说得好啊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具足无量智慧，具足无量德能，戒定慧是德，啊，他的能力能破烦恼。能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这是以发心为佛种。那佛种不断呐、啊，那第三呢，以称名为佛种，妙啊！啊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。这是佛种啊！啊，我努力的念，天天念，不间断的念。你这个佛种殊胜呐！啊，三种说法还是最后一种说法最好。啊，同时前面两种，前面两种不包括念佛，念佛包括前头前面两种。啊，下面举宝云经曰：譬如种树，有其种子，立于腐败，具足生涯应缘。啊，这个树种种子，你种下去，啊，照顾得很好，啊，水分、肥料，
啊，都能很适当，它就生芽，它就长成小树，慢慢就长成大树了。这种子就长成大树。闻佛名号，如得种子，性念持名，即是具足因缘，必得受记作佛，故曰持名为佛种。这讲得好啊。我们今天接触到了建筑啊，想想这个十年啊，我们在十年前就选择这个法门了啊，那么到现在听了几堂戒律课就怀疑了。这个十年是什么功夫，自己就可以想想了。十年白学了，这小风小浪一吹呀，就受不了了。你怎么能往生？啊，那说一句老实话，你还是搞六道轮回呀。真的，为什么？你没有出离心，你不怕轮回苦，你对轮回还有相当的贪念，你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一样都没有放下啊，还要给这六道众生去争名夺利啊，所以你的心不转，你的认识不清楚。十年虽然听十年经，一句也没听懂。啊，为什么你不能懂？因为你心上有障碍，你的障碍没拔掉。啊，那么以后再十年。还要是这样懵懵懂懂的了，你就完了。啊，人一生几十年，这弹指就过去了。那出家的同学更糟糕，为什么？佛门有个谚语说：“施主一粒米，大入须弥山。”今生不了道，皮毛待去还。那我们吃的是现成的供养，不劳而获。这碗饭不好吃啊！啊，要不能往生极乐世界，将来要堕三恶道。还债呀、啊！欠多少人的债？还到哪一年才能还完？麻烦是真大。啊，学了戒了，又听说常住屋不敢动，动都是偷盗罪。啊，常住的饭也不敢吃了。啊，我们真的是公开的。你看，每个星期六温馨晚宴，啊，到我们来吃饭的不是佛教徒，我们都不是供养啊。难道你们在家学佛的居士不能吃了吗？是不能吃，为什么？你不能往生，将来还债。什么人能吃呢？我一听到我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我决定往生极乐世界，那就能吃。
我把这个问题给你们解答了。啊，不念这个世界，决生求往生的，供佛的饭我都可以吃。啊，佛欢喜啊！啊，佛来接引我。我现在发心往生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报了名了，就注了册了。极乐世界就有我一份了。我现在拼命念佛，万缘放下，哪有不去的道理？啊，我们动个念头去往生，七宝池里头就有一朵莲花，莲花上有我们的名字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没有妄语啊。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佛来接引，就是拉着这朵莲花。这个莲花的光、色、大小，就看我们的愿、我们的功夫浅深。啊，所以不要胡思乱想，胡思乱想没好处，这造罪业。我们想都想阿弥陀佛，都想极乐世界。为什么？我们的莲花越来越大，光色越来越好。啊，如果我们学了其他的法门了，啊，把净土放弃了，我们这个莲花在莲池里就枯死了。啊，极乐世界有生灭法，就是莲花。除莲花之外，没有生灭法。啊，莲花的好坏，统统是我们念佛人的念力、愿力跟念佛功夫。啊，去好好培养这个莲花了，莲花起大作用啊。我给同学们说过，啊，莲花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的。我们一般人也保佑啊。啊，莲花的最大的作用，就是你往生的时候，在莲花里头转识成智，起这么大的作用，转八识成四智，所以到极乐世界。花开见佛，你的身是法身的，是报身的，不是我们凡夫的身体啊！啊，是心现的，不是识变的，没有八识五识因素啊，所以这个身不需要饮食，你说多方便？不需要睡眠，我们人生两大苦事，一个是睡眠，一个饮食。极乐世界人没有饮食，啊，他用什么生存？这个你要是真正修佛，你明白，一点不稀奇。色界天就没有饮食，在我们这个世界没有脱离六道轮回啊，欲界有饮食，色界没有了，无色界更没有了啊，所以我们这个世界高一等的天人，他也没有睡眠，他也没有饮食，何况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是圣，是法性身，居住的法性土，法性不生不灭，啊，没有变化，有变化就有生灭，极乐世界不生不灭，啊，一切人事物都是不生不灭，无量寿啊，真的是无量寿。啊，你真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对于世尊，对于阿弥陀佛感恩。
这个感恩的心、感恩的情说不出的，也是不可思议。啊，真诚的感恩，佛慈悲爱护我们，帮助我们离苦得乐，离究竟苦得究竟乐，我们的感恩也是无有穷尽。这个是心心相印，感应道教啊，佛怎么会不来照顾你？我们起心动念想佛，佛就现前。啊，已经养成习惯了。啊，不要想其他东西，想其他东西都是六道轮回。啊，只有一个念头，想阿弥陀佛。啊，菩萨、声闻、罗汉都不要想，到极乐世界，这些菩萨通通见到，通通欢迎，开欢迎会，欢迎我们去。啊，绝对不会说，哎呀，我都照顾你，我是观音菩萨了，你都不念我了，那是凡夫心，那不是菩萨心。啊，菩萨都希望我们念阿弥陀佛。啊，包括所有的菩萨，我们没有念，念阿弥陀佛，没有一个菩萨不欢喜，比念他还欢喜。啊，什么道理我不说，你应该晓得。啊，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，念其他的菩萨佛的时候不能生极乐世界，就这么回事情。生极乐世界才是这些菩萨佛门的愿望，他们的本怀。啊，我初到香港讲经，有个天台宗的朋友，学天台，他不念阿弥陀佛，念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但是我们跟本师亲了，阿弥陀佛距离我们太远了。啊，我就跟他说，念阿弥陀佛，释迦牟尼佛欢喜啊。念释迦牟尼佛，不念阿弥陀佛，释迦牟尼佛看到会流眼泪。为什么？你把他的意思全解错了，你把他当作凡人，还有亲情。啊，这出家人呢，怎么执着啊？啊，他的佛堂供释迦牟尼佛、迦叶、阿难。跟我们供的不一样，他不能往生，他能证果吗？啊，至少小乘出果，看样子不像。那不能证得出果，麻烦大了，来生六道轮回，能得人生大幸运。很多人失了人生，不能再得人生了，得人生难的。就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多么难啊！佛中是什么？阿弥陀佛是佛种当中的佛种，真正的种子，没有二话可说。啊，从阿弥陀佛生出一切佛法，从阿弥陀佛成就无量诸佛。比前面讲菩提心，比前面讲六度万恨殊胜太多了。
而且容易修啊。六度万恨跟发菩提心都不容易啊。可是这一句佛号包括了菩提心，包括了六度万恨，全包了。啊，戒律里头三句境界，三千威仪，八万细心，全在这一句佛号当中。你说你多方便啊！真的掌握了大宗持法门啊，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。这样殊胜的法门没地方找啊，是你前生修习的福报让你这一生遇到了啊。要不是过去生中多生多世修习的福报，你遇不到啊，遇到了也当面错过。啊，何况现在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法门在劝你别念佛啊，你听了，你接受了，你把这次机会放弃了，空过了啊，现在你不知道后悔，你死了以后就晓得后悔啊，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。那我们把这句文念下去。闻佛名号，如得种子，信愿持名，即是具足因缘。弥陀经上讲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因缘是其中一个啊，信愿持名啊，你的因缘具足了啊。善根是不迷，福德是真干啊。什么人有福？念佛的人最有福。他到极乐世界成佛去了，世间还有什么佛宝能跟这个比啊？世间坐上皇上，坐上天王，也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啊！这不能比啊，信愿持名这四个字还得了吗？啊，这四个字偶业大师提出来的，简单到基础，真心切愿，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，就具足因缘，必受必得受记作佛，故人持名为佛种啊。具慧疏意，以菩提心与称佛名号为佛种心，足证本心，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，正是护佛种心，常时不绝也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